теперь не верится, что когда-то тебе сказала я, мне любви не жаль. Опоздать, опоздать, поверь, не сложно, как же над судьбой смеяться, мы умеем иногда. Так боялась я ветра встречного, сильного и смелого, от гордой любви беспечная пряталась душа. Сказав, что тобой замечена, как дитя робелая, и теряла любовь не вечную, как-то не спеша. Поверь, не сложно, и сказать, что слишком поздно, нас свела с тобой судьба. Опоздать и друг друга не дождаться, как же над собой смеяться, мы умеем иногда.有一位学者将一颗种子不远万里地带到了我们祖国，八年后这颗种子在我们祖国大江南北生根发芽了，朵朵舍宾之花竞相开放。那么这位慧眼识珠的学者就是我们舍宾协会的副主席，我们中国舍宾的创始人康天成先生。今天康哥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有请他为我们的晚会致辞。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先生们，女士们，今天呢是温州舍宾大赛新闻发布会，我仅代表国际舍宾协会和中国舍宾总部表示热烈祝贺。回想起八年前，我在国外看到舍宾以后，想把这个舍宾引到中国。当时我感受最深的两个，一个呢，我是感到舍宾总部一大批专家发明了一个对这个女士健康美丽非常有效的系统工程体系。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可以说是对这个传统的美容健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整合，而且呢给这个传统的健身美容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业态。那么在考察了四年的时间中间呢，我同时感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舍宾他也介入了，非常深的介入了这个全球的美丽产业。那么什么美丽产业呢？就是这个选美模特和这个舍宾自己固有的舍宾大赛。这样的一个行业，我在国外很多城市考察的时候，我也看了，先后我曾经参加过六次国际方面的大赛包括选美大赛。我发现呢，这些年有舍宾培养的优秀选手多次在国际选美大赛上拿到了冠军比如说在日本东京环球小姐，
美国拉斯维加斯，还有这个2002年的这个世界小姐，都是由这个士兵培训的。那么另外呢，在欧洲小姐，还有这个著名的模特界，也有大批的这个优秀选手由这个士兵培训出来。那么当时呢，我看到这个事业有这样子两个方面的一个发展的空间，一个呢就是给广大的这个群众带来健康，带来美丽。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美丽产业方面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我看到这两个方面以后，我下决心要把这个项目引到中国。那么八年过去，舍宾现在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70个城市，有200多家连锁。鉴于这个舍宾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我们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间，同时也创造了一些系统技术，那么国际总部也任命我担任这个国际舍宾协会副主席。温州的舍宾这次呢又是非常的敏感，当我们决定在中国要发展舍宾的第二个产业空间，就是介入这个美丽经济这样的一个意向刚刚发布，温州的舍宾就马上到了北京要求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可以说温州这次又是第一个获得这个2005年国际舍宾大赛在下面分赛区的第一个城市。我在这个地方祝愿他们能够把这个会办得非常好，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谢谢大家。谢谢潘总啊。谢楠子，潘总今天呢也不容易啊，来到温州。那么我们也首先呢代表温州的朋友对您的光临啊再次表示感谢啊，掌声感谢感谢。那么作为这个大赛的主办单位，我们温州电视台呢也就是非常的感兴趣这次活动，所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就是今天来的就是我们舍宾总部的教练，对吧？那么我们非常的关心的是以后2个多月以后，可能很多人有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了，等活动要进入决赛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决赛就不同于这个一般的选美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服装模特大赛。那么我们的这个康总是不是给我们有一点什么意外的惊喜啊？能不能带一点什么礼物过来？舍宾大赛它的宗旨前面那个范总已经说了，就是第一呢，我们是健康美丽的个体组成幸福文明的社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舍宾大赛主要是战胜自己使自己比以前有所提高，这个是大赛宗旨。因此呢，我们不像模特大赛也不像那个选美大赛要求这个就是身高一定要多高，那个关键是自己的完美度要不断提高。我相信呢这个温州比赛它也会很精彩。当然我也要说一下，就是在温州大赛举行的时候，我再一次要带国外的代表团到温州来共同同台演出，谢谢大家。啊，谢谢。По огни по стеклу бежит, мы ничего не смогли решить, и как и прежде стоим у этой черты. И ночи печали глаза, но ты не сказал мне все эти слова, что я 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
术体操的个人及全能冠军，那么她就是我们的张希小姐。今天她为大家带来了一股轻轻柔柔的风，为我们献上的是云之恋，有请张希。I'm just a simple girl in a high-tech digital world. Really trying to understand all the rules of this land. This ain't a place big but it's boss. Kate Moss can't find a job in a world of postmodern fad. What was good now is bad. It'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Just follow the simple mindI'm not afraid to die.
喊声来，把我们的俄罗斯的教练请出来，好不好？耶，我们喊五，五四三二一，预备，开始，五四三二一。Oh my God, this must be a 20 fantasy.